真是在都需要棺材。承载屹立不摇。拜托，不要碰骨头。
呼，打打寒冰剑、我们的火焰鞭被强化了。越挣扎越好。把我的血献给乌鸦王。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
我虽然疯癫，还是很注重基本礼仪。快想啊，葛父，想快一点。音乐就是真理，只需要仔细听。救主人的时候到了。我们的秘密天赋启发了我们，武者就分你我。
很完美。师叔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我的手牌，该死！有同学知道是奈萨拉在哪里吗？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，你要学习换个角度啊！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的手牌，该死！我的血献给巫妖王。我们的火焰鞭锋强化了你们。我的手牌，该死！我不打算跟你玩。放弃。瞄准天空。
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越挣扎越好。挣扎越好。街上不安全。那个刚刚中了吗？哦，这条绳子又在烧了。我的手牌，该死。
的冰霜会劈开你的血肉。与大地，我们的秘密宣布启发了我们。不要碰我！那个刚刚中了吗？接上过安全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就像真理，你只需要仔细听。我们的密码天赋启动。